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帕哥哥。这个号号主说要送掉，至于能不能拿到手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这是秋日森林大区十四庄的高级武道专家，护甲配件是789，武器配件是889。同时呢，这个号里有普通榴弹炮、普通喷火器、四星的 AN94、四星的 KSG。装备嘛还算不错，服装有两个头饰，一个衣服，素月迎宾可是限定服装哟。这个号居然靠卖毛线过日子，不对，是靠生存专家。这个生存专家的属性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差不多是双15的速度提升，同时呢还有5次的自爆芯片制作。不仅如此啊，这里面居然有战斗无人机、战斧无人机、医疗无人机、采集无人机，这个号拿去干资源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。那么怎么送呢？你们在评论区留言说一下这个号值多少钱，号主看到的话会选一个人送出去。至于他到底送给谁，那我就不知道了呀，对吧？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啦。我是解说小帕，你们赶快去评论区评论吧，拜拜。